把这个视觉中心呢一定要做足啊，工作一定要做足，包括这个额头这边啊，这个重点的这几组头发啊，工作一定要做好。
最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个画面的大的黑白灰以及这个边缘线呢，再有一个整理，啊。还有就是我们如果觉得这个形啊有些问题啊，或者有些局部有些不太满意，也可以在最后啊进行一个微调。当然记住，不要再做太大幅的调整了哈，因为你这个时间如果是快交卷了，你要是全盘这个修改的话，是肯定是来不及的啊。最后再加强一下这个画面整体的这个交界线，啊，使这个画面呢节奏啊，包括这种石膏的这种质感啊，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那种状态。还要记住哈，检查你的画面是否是把所有的线都融到面里头了。很多同学在用重色勾一条线，这种的是不可取的哈。你的所有的线都是，有厚度的，有体面关系的，啊，你检查一下是不是这样的一种状态。
最后呢，啊，最后，我们把这个画面的这个，边缘的这个手印儿啊，稍微擦一下，擦干净，把画面整理完整啊，那么这个画面呢，就达到了一个，很好的一个要求。那么总结一下这个课程的这个内容啊，我们最开始给大家示范了这个。切面像的一个起稿啊，起稿的一个画法，然后呢，又给大家示范了一下这个，结构啊，包括这个光影的这个结合的一个，绘画技法。实际上，我们说在绘画的过程中，你要理解到的是它的整个的体面关系啊。比如说，我朝上的一个面都是亮的啊，朝侧的一个面都是灰的，朝底下一个面可能都是暗的，但是呢，可能到最后有些反光。那么相似的朝向的面，它的光影呢关系应该是相似的。那么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以后呢，我们画这个头像呢就会容易了，也就是说脸的正面可能就是亮的，侧面就是灰的，那头顶呢是亮的，离光源越远呢就越灰。这种规律呢，我们要通过这个课程有一个理解啊。那么，关于这个石膏切面的肖像写生，我们这个课程呢，就讲解到这里。